新北市春游补助好康不断，为了吸引民众到新北市来趟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的轻旅行，新北市府特别与新北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合作，号召上百家观光旅馆业者提供免费住宿券及餐券。四月到六月春游方案啊，新北特别推出加码的一个方案哦。那我们这个结合旅宿业者提供超过百张的这个住宿券，还有餐券，这一段期间来参加春游的朋友都可以有机会能够抽中哦。新北市的很多美景美食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，那如果说你们要深度旅游的话，我想一天是不够的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多住个两三天，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新北市，我们一定会非常的欢迎。另外这次也与智慧绿能电动机车业者合作，邀民众骑电动机车畅游美丽的青春山海线，活动期间还可享前十五分钟免费优惠。我们也整合了这个青春山海线这么漂亮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风景线哦，我们推出了智慧的一个旅游，民众可以使用到这种共享电动机车这样一个服务哦。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服务，可以他可以享受更智慧、更绿能啊，对环境更有帮助的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一个旅游。新北市观旅局长张其强表示，这是新北市第一次百家业者一起力挺市府，接下来还会争取更多预算，推出更多好康活动，让新北走出去，游客走进来，大家都发财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罗伦宏采访报道。